那另外，可不可以再请你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啊？因为这个很多的城市的这个各大市长也来跟我们大家讲讲，说他们城市 Orange County 啊、帕萨迪纳啊，他们各有各的万圣节的这个规定跟他们的活动哦。您 San Gabriel 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华人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San Gabriel 有什么万圣节可以去讨糖果的地方？对，那么一个是讨糖果的地方，就是我们 County 的 CDC 的话，那个规定也只是就是没有特别为万圣节有什么特别规定哈，只是一个 holiday 的规定。是，那么还是就是说，安全期间都是wear mask 对吧？哈，那个就为了大家彼此尊重嘛。那么。我们讲到我们 city， 我就是说好，正好是 right time， 你这问的很好问题哈。我们 city 呢，就是说有个 drive through trunk and treat 哦，是在 Friday night， October 20， 就是10月29号晚上5:30到7:30 ，OK， 地点呢就在 Mission Playhouse parking lot， 那么。就是他就是在 parking lot 呢，他希望就是就是家长们就是开着车，带着孩子，孩子鼓励孩子呢，就是穿上那个万圣节的服装，是是啊，然后那个就是可以就是说，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志愿者哈，他们有一个个 booth 哈，都准备了糖果哈，而且这些糖果呢就是。这无碰触的哈，就给小孩哈，他们就用一个夹子夹起来。其实这个活动我去年有参加过那么我想今年也会继续，我们有这样的活动。不过这个活动呢，原则上呢，希望大家呢要一个是 free 的，但是就 registration 哦，先注册一下免得这个人太拥挤，对，人太拥挤，还有可能要就宣导一个怎么样，就是说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戴口罩啊这些这些规定啊，是是是，上面会给你宣导一下。嗯、那今天这个 registration 是今天晚上5:00啊截止，就10月27号的晚上5:00。哦 okay，那网址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？网站，网址是我们 San Gabriel City 网址哈。关于这个 event 的网址是 sgprd.org。好的。sgprd.org。OK， 好，那大家就先注册一下。其实对小孩也是一个份哈。好玩。那么如果就好玩，另外你拿糖果的时候，特别是你拿糖果的时候，那个窗户拉下来的时候，那你必须叫你孩子哈戴上口罩，或者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是是是。这个是很好的活动，我去年看到很多孩子很高兴，因为没有机会这个到mall 里去跑堂。不过听说今年呢，如果有些 mall 会开放的话，那也可以去，但是也要遵守这些规则吧，我想哈。但是我们的 city 呢还是提供这个比较安全的，等于说 drive through 的一个trick or treat， 我们叫 trunk。Okay， 太好了太好了，所以这个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哦，如果你在 San Gabriel 地区，在我们这附近的话，不管你是住在 San Gabriel 本身的 resident， 或者是旁边 Alhambra Temple City 在附近的家长，想要带小朋友去的话，赶快上网去注册一下，这样子他们可以准确的算好数量，把小朋友的这个糖果准备够，让我们可以去玩哦。那网址是 sgprd.org 哦，所以到截止到今天晚上5:00，大家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去注册哦。今天再次感谢我们 San Gabriel 的 City Council， 我们的丁言。与我们选出来的这个讲华语的民选官员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谢谢小米，谢谢听众，谢谢。